我系黄永昌老师，而家同你哋示范点样画素描人物。首先画最高点、最低点，左边、右边四个点，将嗰个头部嘅位置咧摆喺纸嘅中间部分，要好小心将呢个整体嘅位置咧框咗先。先画大后画细，先画面部、发型、颈部。膊头嘅形状，呢啲系大嘅位置，要将佢画准咗，跟住再画眼中线。眼中线系眼睛、面部嘅中间，接近中间嘅位置。跟住分眼睛、眼眉，眼眉到下巴嘅中间系鼻，鼻到下巴嘅中间系下嘴唇。记住，嗱，我会再一次同你哋讲嗰个鼻拉嘅啊。当我哋画咗眼睛之后咧，慢慢画眼眉。眼睛两眼中间咧相隔一个眼，面部通常系五个眼啊，相隔五个眼。咁眼睛咧，年轻人嘅眼睛咧，眼眉嘅方向咧向上，眼嘅中间个位置咧向下嘅。鼻咧要画出一个立体感，要分翻少许嘅明暗块面，嘴都系嘴嘅棱角分明，嘴出边的肌肉要慢慢画出嚟，啊，要分少少嘅色彩块面。嗱，跟住我哋要画颈部、膊头嘅轮廓线，同埋啲明暗线、阴影嘅位置，要分结构线啊，将佢好似一块一块嘅分出嚟，结构线。要分明暗交界线，跟住再修改眼睛。眼睛画嘅时候咧，上眼线要加深色，因为佢系阴影嚟嘅。光线通常喺头顶嘅位置，上眼线要深色，下眼线咧相反要浅色。上嘴唇要深色，下嘴唇要浅色。画完嗰个框架之后咧，我哋会调整一下先，将比例咧慢慢去修改。头先咧嗰个嘴咧太过高啦，而家画到低少少啦。鼻到下巴嘅中间系下嘴唇，你记住话下嘴唇，成个嘴咧系高少少嘅啊，唔系鼻到下巴嘅中间咧，唔系嘴。中间位置是下嘴唇的位置。画到头发的时候要分块面，一块块将它分发，最低限度要分明和暗两个块面。画完这个轮廓线，分了块面之后，我们画回少许的结构线，将它好像几个砖头一样将它框了出来。结构准确之后，我哋再慢慢细致的画佢嘅阴影啦。吓，呢个系第一步。第一步画完之后，我哋又进入到第二步啦。第一步系画面部嘅框架。第二步咧，我哋用纸巾慢慢将啲错线咧擦到模糊啲啊，跟住再用6B 画深色嘅位置。而家要注意咯，画上眼皮的地方要画深啲上眼线啊。咁头发咧有唔同嘅深浅块面，虽然佢系黑头发，但系咧唔系全部黑色嘅喎，系有块面嘅，一块一块啊，有明暗面嘅。我哋画完块面之后，先至画一条条嘅头发。我哋嘅鼻咧都要分块面，立体嘅块面。鼻的阴影、鼻的反光、鼻的深色部分、鼻的中间色部分，甚至是浅色部分都要分，轻轻地分翻出嚟。嘴呢又是一个上嘴唇是深色，下嘴唇是受光。上嘴唇的很多个板块要慢慢画清楚，要分块面，同埋要特别小心。嘴唇出边的明暗块面啊，要画准确啲。嘴唇出边咧，
好多明暗快面、明暗变化嘅。嗱，跟住往下爬啦，下爬嘅位置要特别小心。嗱，颈部嘅下爬嘅位置，颈部嘅位置的阴影唔可以深过鼻。嗱，通常人哋写生嘅时候睇照片，照片明明好深色嘅，就我哋应该系用素描嘅逻辑去分析。近光源的地方，深色最深，浅色最浅。远光源的地方，例如是颈部的位置、下巴的位置，是远光源的，它不是在主角的位置，所以它是深色不是很深，浅色也不是很浅。有些人见到耳仔是很深色的，耳仔窿、千万不要画到那么深色，因为它是次要的地方，是距离光源比较远的地方，所以不可以画得太深色。我们画头发呢可以分块面。我们画画呢有一句说话叫做白人不白，黑人不黑。畫頭髮呢不可以100%塗到黑掹掹，它有很多地方是淺色的。當我們第一步完成，第二步呢我們就畫明暗面了。到了第三步呢，很精細的修改它的特徵，再精細的分出它的明暗，一步步去畫、第三步呢，现在画的第三步呢就修改它的特征。通常一个人物肖像画呢有几个地方是很明显的特征。眼睛部分、嘴巴部分和它的面型部分特征是很明显的，每个人差不多都不同。一看它的这三个部分呢就可以分到了。其他地方有没有分别呢？当然有了，鼻，每个人的鼻都有分别。眼眉都有分别，耳仔事实上都有分别，但是我们很疏忽，没留意看耳仔的变化。耳仔呢都是一个每个人的耳仔很明显是不同的。通常我们看眼睛、嘴巴、面型，第一、第二是眼眉、鼻和面部的肌肉，有些颧骨很深、下巴很尖，这些就是面部的结构、都是一个特征。咁髮型咧都係好明顯有特徵啦，係咪？每個人都髮型都相差好大，但係髮型咧佢會變嘅喎，所以我哋如果係做警察認人咧，就唔好記住佢髮型，因為佢剪咗頭髮就你認唔到佢啦。所以咧要記住佢嘅眼睛、嘴巴、面型，跟住咧第二個特徵咧就係眼眉、鼻哥同埋佢嘅面部肌肉、第三个特征呢就是耳仔啦。耳仔呢实际上特征很明显的，我们因为它不是摆很重要的位置，所以我们不会记住它的耳仔是怎样变。当全部接近完成的时候呢，慢慢修饰，将那个人物的性格慢慢画出来。通常呢他微笑呢是嘴角向上，如果他拿埋块面呢就是嘴角向下。他的眼眉的尾这个眼睛的尾边呢，即是最尾的地方呢，向上呢就是精神，如果向下呢就是苍老了。面部的眼袋呢不可以加得太深，少女不可以加得太深，老人家就加得好深的。同埋面部那个叫做法令纹的位置呢，即是这个叫做鼻侧边的阴影呢，都不可以加得太深色。将面部的阴影呢画出来，要小心这个面部的阴影呢不可以好像黑掹掹一条线这样去捆的，
尤其是这个地方下巴的下面呢，不可以加得太重色，要特别小心了。跟住颈部、膊头、衫啊，嗰啲刺绣位置咧，有时间都可以画到靓啲嘅。咁呢张肖像画咧，大约要画一个小时左右，属于系比较快速嘅画法啦。咁咧，我会有好多关于人物素描嘅示范，我会讲人物解剖学。咁咧，欢迎你哋订阅我嘅 YouTube， 欢迎你哋报读我嘅素描课程，多谢。